调整一下，还没来得及调整。好亮啊，好亮啊，怎么这么亮？晚上好呀。Salute，Salute， 谢谢谢谢 Cody 的应援棒，谢谢你的应援棒。这个光线合适吗？我不知道你们看着怎么样，我这边看还挺合适的。可以吧？还有白光，不过我觉得白光不太适合，所以我们今天就这个暖光。我跟你们说，我不是买了那个酸辣粉，买了那个十足人的酸辣粉，然后我让囧吃，囧跟我说好吃，真好吃，他说绝了。绝了，花生酱，花生酱是什么？什么是夜店光？真的，强烈推荐你们去吃，真的很好吃。可以。还是觉得这个光。再调一下，可以。没有，就是你们知道有那种闪光灯吗？有那种 LED 闪光灯，就是他们拍抖音可能会用的比较多的那种灯。然后我之前本来想买来着，我就上网看了一下，我问的是那种就是一个灯可以变换很多个颜色的那种啊，因为我们这边的广巴的摄影部的 staff 好像有那个灯，然后我那天就问，我就去问了一下 staff， 我说 staff 这个灯是什么牌子呀？他就把那个牌子告诉我了，我上网一搜，好家伙，就这么小一个灯，你们猜猜要多少钱？就它可以变换很多种颜色，但是有一点贵，这么小一个灯，猜猜看。嗯，也不至于5000吧，也不至于五位数吧，没有那么贵了，一个灯而已。但是我也觉得对我来说还是挺贵的，因为就这么小一个灯，而且它摆一个可能没有什么用，要摆两个。一般来说打这种灯光都是要打好几个的嘛，不超500，这么自信。一般要买的话，一次性都是买个2个、3个、4个这样子，要400多到500不等一个，就很贵。然后我就没有买。但是呢，我在网上找到了一个非常平价的那种灯，我给你们看看，就是我录舞的时候有用过一次，但是它这种灯它只有一个颜色，就它这么长一根，但它只能亮一个颜色，给你们看看，这个是紫色还是蓝色呢？我也不太记得，亮给你们看看。哇，
好亮啊，救命，好亮啊，这个是紫色的。但是我跟你们说，这个打在墙上真的很好看，打在那种白墙上，就打在白墙上真的很有氛围，特别有氛围感，突然就变得神秘性感了起来。哎哎哎，找不到开关键啊！哇哇，它还可以闪哎，它还可以闪哦，好酷哦！哎，这个灯还是可以的，它有三，它可以变换，它可以变换三种颜色，一种是很亮很亮的紫色，一种是暗一点的紫色，然后还有一种是闪起来的紫色，还是不错的，三个功能，可以。对。还有个蓝色的，我还有个蓝色的，我给你们看看，就是你们知道蓝色加紫色，它两个颜色加在一起就非常的，哎，等一下，我先拿下去一点，看到了吗？把蓝色紫色给你们加在一起看看，真的很，哎，变粉色了，看到了吗？变粉色了，哈哈哈！这也太好笑了，哎，哎，我按一点，哇，哇，我怎么变样了？救命！等一下，我们让它闪起来，我们让它闪起来。哇哦哇哦，好酷啊，好酷，很显然我们今天这一身打扮跟这个场景都不太适用于这个灯光啊，灯光，我们可以让灯光休息一下，灯光师今天休息一下。很实用啊，你们不觉得吗？就平时像录个什么抖音啊什么的，跳个舞啊什么的就很适合。我跟你们说，我跳 Monster 的时候就是这个灯光，就是这个灯光，懂不懂啊？你们不懂，你们不懂。没有啊，我没有在那个抖音用过它，因为我没有在抖音用过它。我不是走那个路线的，我是走正经路线的。嗯，我们是正经人，知道吗？还是会用到的，没有不正经的，因为我是正经人，所以我只能正经操作。哎呦，这个灯光其实闪着我眼睛有一点点懵啊，太刺眼了，有一点点刺眼。用它也是正经的，但是用它拍抖音的话，其实挑战系数蛮高的，就难度很大。像我之前录舞的时候，它就总是被我踢倒，因为它我是这样子架着这个光束的，然后它就总是被我踢倒，然后就要重新立它，还蛮难的吧。对，就是没有那么简单。所以呢，如果大家有条件的话，可以买那种可以变换很多个颜色的灯。嗯，
对，它那种可以变换很多个颜色的就可以直接放在地上，像我这个它就不行，它放在地上它就风吹草动然后它就会倒。为什么没条件？你们没条件吗？你们看着不像啊。不像。我又不是让你每天都开。什么叫奶茶汉化组啊？什么意思？我重金租的衣服就是那种我一时间找不到形容词了，那个叫那种就是敦煌的那种感觉，敦煌壁画飞天的那种感觉，对，但是我穿出来就有点不太像那个味道，可能因为我是短发吧，就是没有什么那种味道，所以就给它录成了那种剪影的。哦，原来如此。谁说飞不起来？我只是说这个发型，如果就单穿上那个衣服，看起来就是多少有点违和，因为一般都是那种长发飘飘的仙女穿。然后我是那个时候已经是短发了。我的假发很久很久都没有不见了，找不到了。什么不是长发飘飘的仙女也不少，谢谢我。有没有什么甜甜的歌推荐一下呀？我觉得我今天就是我今天本来想录歌，但是我看了一下我今天穿的这个衣服，就是不太适合录那些很悲伤的情歌，但是我一时之间呢又找不到那种很甜的歌，你们能给我推荐几首吗？笑 Pasta 甜甜的是什么歌啊？有关啊，你要是穿得很可爱，你唱一首很悲伤的歌，那不就很违和吗？ Super Idol 的笑容，那个我录过了。专属天使Tank 的那样告辞，听一下呢。哦哟，居然要会员，好吧，我对着镜子录啊。你怎么知道我不是对着镜子录？我就是对着镜子录。
黑凤梨，这个甜吗？一个人偷心里无奈没关系。什么？哎，我听不了了，我只能听十几秒，来一个 B50 的版本。那我录个这个吧，我来学习一下。学习一下。还没准备好心意，一个人偷心里无奈没关系。暴风雨已经免疫，恋爱是你烦心里，颠倒人生荒也难躲避。风吹走一半山下，我不是要录那种非常正式的，我就是想录一个唱歌的视频而已。啊，试录一下，好高啊！我现在发现那种很甜的歌都很高，有点高。满格西装，永远不够四条天井。想降调。哎呀，我突然想起一首歌，我在豪哥之前就想录了。一首一首来。谢谢，谢谢你的奶茶。谁的？都还蛮高的，对，河里的歌都还蛮高的。我感觉这个是我得要降调唱才可以。可以把它加入想唱的歌单里。谁呼吸告急？我还没有去学，等我学习完了就不会了。学习完就不是这个效果了。谢谢你的奶茶。我们今天就放一个非常声音甜美、旋律温柔的歌单。诶，说不定还能意外收获我们想唱的歌。比如我现在还没听到呢，我们听听看这个歌单。
一笑倾城，一笑倾城。哦，谢谢，谢谢小卡的月底，谢谢。就只人一笑倾城，一想自难忘，是这个吗？你可以给我唱黑凤梨吗？可以啊，如果你想唱的话。这首歌还不错。这个很甜，但是韩文的，不会唱。好难，跟不上，我跟着他的那个拼音，我都跟不上。这个名字听着就很甜，在你耳边说你好，就一听这个名字就是一首很甜的歌，但是我这里只能听到翻唱吧。谢谢谢谢罐罐的酒票。看韩文说，我不知道韩文是什么，翻译一下，去翻译软件上翻译一下，在你耳边说你好，韩语。什么系统自带的？没有收到哎。翻译，我可以在输入法里面翻译吗？我记得输入法可以翻译。没升级，我没升级。那个我们可能是这个上面没有原唱的版权，只有翻唱的版权，但我们就听听看。听听看，有多甜。
三。哎呀，我刚刚在开直播之前，我说我要补一下妆的，这个妆忘了。这个声音就很甜美，虽然说翻唱的，但是声音也很甜美。我看到了一首很甜的歌，下一首放，下一首放，挺适合的，应该是我之前听的那首。昨天我好像也听到了一首就非常偶像剧的一首很甜的歌，但是我不记得叫什么名字了。 SHE 搜搜看 SHE 的，我记得是 SHE 的，不是我放的，是轩放的。轩放的恋人未满吗？就很偶像剧那个歌，就一下子把我拉回到了以前看偶像剧的那个年龄啊。我觉得小时候真的好幸福啊，小的时候我跟你们讲，我每天放假做的最多的一件事情就是窝在家里，然后窝在沙发上看电视剧，看那些是这首歌，但是这个好像也是翻唱的。对不对？我之前听到的是一个女孩子唱的这首歌。哦，是这个女孩子。哎呀，怎么又要会员？我累了。要会员。就以前很无拘无束，快乐。现在就没有了。不然就去远方风景，一整晚的诗意，胸口为你没了，没了。这个呢？这个是也挺甜的，但是这个歌有点 PTSD 了，听太多了。你听听这个，谢谢谢谢你的投票。不是热带雨林，热带雨林我唱过呀，我知道是什么歌，是一首我没唱过的歌。
我没唱过，但是我听过。什么？现在时间还早着呢，还没到11点呢。我们今天不要意，不要意。对，今天不要意。对，我在吹我的小风扇。嗯。我放这么甜的歌，你们都能意？不至于吧。哎，我刚刚一下子突然想起了那个旋律，我跟你们说，我刚突然想起了那首旋律。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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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噔。哎，你们听出来了吗？你们听出来吗？叫什么来着？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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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我不记得歌词了呀。我每只蝴蝶为了飞，为了翩翩起舞。嗯，是吗？为了飞，为了飞，我试试看哈。为了翩翩起舞，爱上你。哦，对吧？是 SHE 的《爱上你》，我就知道。但是我都没有去看是谁唱的，但是我听出来是他们的声音，《爱上你》啊，这首歌好听。好像没有版权啊，我们上 B 站，上 B 站搜搜看。好了，就决定唱这首歌了。那这首歌是《就想赖着你》的片尾曲，《就想赖着你》，是不是非常有那个童年偶像剧的味儿？这歌一出来就有了。开出个花园，瞬间就陪我整个冬天。每只蝴蝶为了飞，为了翩翩起舞，先做一个茧。哎，我记对词了。你的暗示终于要和我有，还足够让人忘返留恋。你的誓言要的是比天边还遥远，勇气怎么出现？当我终于住进你的心里，你们看过这个偶像剧吗？看看我们是不是有同一个童年。叫做这个电视剧叫做《就想赖着你》。
对。对，我看过，我看到这个MV， 我发现我看过，但是我一点都不记得剧情。怎么会这样？脑子容量有限。对，言承旭跟 ella 的。虽然还能像此时一样和未免太足够让愿望再留恋啊，这首歌好好听啊。对，当你终于走到我的面前，待会儿我下了播我就要学这首歌。没有，我就打算唱一点点，唱一点点，不是一整首。没钱，没有经费不足。对啊，唱歌就是你要想唱得好，你肯定要找人收音啊、调音什么的嘛。对啊，对啊，钱钱。先让我把我的那个，把我今年第五零的 flag 给还完再说吧。还有三首，对。等我先还完我再唱其他想唱的歌。好，然后我们继续听我们今天的甜蜜歌单。这首歌最近有人给我推荐，但是我还没听过，现在来听听看。对啊，我的歌迷朋友们大家都懂了，大家都懂了，我知道你们懂的。我都说了，这个手机磨皮很严重的，但是不影响。
我的红笔。我只会这样转，就是我知道那些转机很厉害的人，他可以就是每一个手指都转到这样子，然后再转回来。我不行，我很慢。但是我平时啊，我没事的时候，我就会这样子，我就会这样子转，反正就是也看不清楚我在转什么，就感觉好像还可以吧，转的。什么是非笔数？什么是非笔数？示范一下呢？这样子吗？这样。这样子，我会这样，我会用笔打人数。站起来再飞起来再接住，我试试，我没试过，有点难。哎，这个可以吗？可以吗？算吗？没有，把笔收回去了，不怕坏。哎，可以，我可以接住了。我小的时候啊，哎，算了，待会儿看完直播再剪吧，我还有。我小的时候。就是有很多笔就被我这样甩一甩，但是我忘记把它收回去了，然后就我摔坏了。走吧，我不捡笔，那怎么办呢？如果你们转笔，他怎么办呢？把你们手剁了，再给我转，剁手。掉了为什么要买新的？不能捡起来吗？这么奢侈，太奢侈了。吹过我的头发，明天我出现在你家楼下。你们知道吗？我以前上课的时候，我做笔记，我做不过来，因为老师有时候讲太快了，我做不过来笔记，我就会把那个笔，就是很多支不同颜色的笔都拿在手上，然后就是。然后就这样子，这样插着。然后比如说现在做的这个笔记是这里，然后我就用这个颜色的笔写。然后过一会儿，然后我就这样子换，然后就一直这样子换换换换换，然后就大大的提高了我做笔记的速度。就是，对，是一个方法。现在这样做笔记就很快。为什么是无效笔记？得看你就是记不记。如果你只是记写下来，你不去用脑子记的话，那它就是无效笔记。对，不会。只三支笔，我可能会用很多支笔。
我小的时候最爱买笔了。不是啊，你熟练了就很快了，熟练了就很快了。不是罚抄，我从不罚抄的，我觉得罚抄很没有意思。老师他每次要让我罚抄的时候，我就不会让他逮着机会让，逮着机会罚抄我。嗯，因为没有办法，你就是得听老师的嘛。所以唯一的不罚抄的办法就是尽量在他说要罚抄的时候你不要再去刚好踩到这个线。对，外包这么厉害还可以外包啊。那有钱吗？多少钱一次啊？怎么突然放起了轻音乐？啊，这个歌也很可爱。就是很好说话，帮你抄写的那个人很好说话，像我就不可能，要谁让我帮他抄写啊？就是根据，我会根据他的那个量来，比如说抄一页纸，就是管一天的饭，然后两页纸就是管两天的饭，对。但是我没帮别人抄过。一顿饭怎么说也得200-300吧，不然的话哪吃得饱啊。对啊，就别人请客当然要吃得好一点啊，你平时自己吃的已经很节俭了，就逮着别人请客的时候当然要啊，当然要。怎么会奸商呢？一般找我就是找我抄作业的人肯定都不差这个钱，我跟你说真的。嗯，所以呢就是可能因为我定价太高了吧，都没有人找我抄过。哎，没办法，我们这个是高价劳动力啊，不是廉价劳动力。那不行，100多就把我吃撑的东西我看不上，我要吃就吃那种200多块然后只有一点点的东西。嗯，我没帮同事抄过歌词，没有。嗯，怎么会呢，我就是这个价呀，你要是嫌高的话你可以去找别人。对，我也没有说把刀架在脖子上硬要你找我吧，是吧？这个都是自愿的事情。嗯，对，我已经很多年没有超过了，就是我尽量不会让自己落入到这个叫什么来着，这个境地，因为我觉得抄东西世界上没有意义，然后又很浪费时间的一件事情。就如果说哪个老师跟我说你这个错了要抄，
或者是怎么样，我就会觉得我有这个时间，我为什么不多去做点别的有意义的事情，就非常对，非常浪费时间我觉得。所以啊，为了不让自己抄，为什么不好好记呢？你好好记就不用抄了吗？对吧？无法苟同，我无法苟同，到底是加深我的记忆还是加深他的记忆啊？这种只追求量但是却不追求质的东西，就我觉得很没有必要吧。空耳，哪有空耳？这确实唱的就是宝贝啊，这首歌就叫做你永远是我的宝贝，宝贝。嗯，是你空耳了吧。晚上好。我们最后再来一首 happy 的歌，然后呢，今天就早点休息了吧。要听到爆肝也没关系，陪你逛街逛充电频速也没关系，超感谢你让我重生成个 ORV AOV。 NEARING HAPPY ING 心情就像是坐上一台喷射机，恋爱 ING 改变 ING 改变了黄昏黎明，有你都心跳到不行。谢谢谢谢你的应援棒。你就是我塔米 LOV， 你 IING happy ING 心情就像是坐上一台喷射机，恋 IING 改变 ING 改变了黄昏黎明，有你都心跳到不行。这个是女生的 key， 我唱的是女生的 key。怎么我以前我平时是很铁还是怎么样？笑死！今天很甜吗？还好吧，可能就是这个衣服有加成，这个衣服就是本人显得很可爱，嗯，很可爱。谢谢你们，谢谢。哇哦！我们今天的直播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
哦，谢谢谢谢，才不要做傻白甜的夜蝶，谢谢你谢谢你。他们开始抑郁起来了，这首歌让人好难过哟。哦，谢谢谢谢小伞的应援棒，谢谢你的应援棒。才十一点不到，怎么就开始抑郁了呢？我这个明明是甜甜的歌单啊。不能控制每天想我一次，如果你因为我就是，如果你看我的电影听我爱的 CD，如果你能带我一起旅行，我已经开始哭了，太难过了。谢谢谢谢二一的九票，哇哦谢谢，哇我看到了新面孔啊，谢谢 GAZ， 谢谢这位朋友的应援棒，谢谢你，是新面孔。不要忧伤啊，我们最后要开心的跟大家说再见。对，谢谢谢谢，怎么读啊？盖子，我对不起，我开始给别人乱取名字了，叫什么？叫嘎子。你叫啥呀？可以方便告诉我一下？感谢 GZ 这位朋友的投票，我不知道这个怎么拼，有点难。嗯，希望有机会你可以告诉我你这个名字要怎么念。对，哦，拼不出来，那就是分开读，我甚至不知道这个分开读要怎么读。嘎，哎，就 GAZ 吧，挺好的，挺好的。嗯，挺好的。嗯，好的，晚安晚安，大家晚安，我就下播了，拜拜，晚安。